家好，我是下班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现在呢，和朋友们分享一下，为什么香港人长寿世界第一呢？这里是要拍戏吗？香港人均寿命达到85岁，日本曾经连续20年居世界人均寿命第一，现在第一位置被中国香港抢了。香港长寿的主要原因有4个，第一个呢就是良好的饮食习惯了。香港人饮食清淡，爱吃海鱼，爱喝早茶，爱煲汤，天天煲汤喝。第二呢是爱运动，经常看到很多夜跑的早跑的人锻炼身体。第三，香港的控烟措施做得很好，少了一手烟不吸二手烟，香港还禁止电子烟。第四，强大的医疗体系，香港引进先进的药物，医疗技术高。赌王何鸿燊99岁，李嘉诚93岁，林兆天93岁，方文华97岁。养成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，好的心态，经常锻炼，自然能长寿。